来看一个精品二十五哈，两者的网眼调好的高度，原是五米的哈，现在也就是四米八九啊。全网的重量12.2斤，内染色不掉色的哈，全网重量12.2斤哈，黑红断彩不掉色的哈。看一下这个成色啊，特别好啊，有要的抓紧啊，450包邮，缺铜油了，上一半铜油哈就行哈。加重款，来看一个精品二十五哈，两者的网眼调好的高度，原是五米的哈，现在也就是四米八九啊。全网的重量12.2斤，内染色不掉色的哈，全网重量12.2斤哈，黑红断彩不掉色的哈。看一下这个成色啊，特别好啊，有要的抓紧啊，450包邮，缺铜油了，上一半铜油哈。来，好吧，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网吧是咱们的一个白色3米高的网啊。来，我们先把手绳收好啊，再来理网啊。看好了，这个网怎么理啊，看到啊。来，收到，把拉线收到进去啊，然后来抓住网的上面。理网的时候呢，咱们从上往下理啊，理到这个网中间啊，注意网不能拧住了啊。来，提起来啊，抖一抖，然后呢，再来对折一抓，再把网提起来啊，把盘子放平过来啊。抓住盘子晃动一下啊，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链条把它分布均匀啊。有时候呢确实啊链条跑偏了，是不是、啊、晃一晃摇一摇啊，这个链条就能分匀的啊。然后呢抓住网啊，往下一抓，抓网的时候啊，他们注意啊，左手啊从右手的下方来，咱们来抓过网啊，右手再来抓住盘的这个侧边，这样子咱们就理好网了啊。撒网的话呢，看看怎么撒啊，往前推，往后摆啊，左手使力啊，再往前推啊，哎，往前推，再来一转，看到这样子啊，把这个网转动起来，这个网就能够撒开了啊，好吗？看好啊，来，一推一摆一转，看吧，一撒全开，是不是？一开到顶啊，这是一个3米高的撒开的效果啊。